开机。进入设置。蓝牙打开。搜索 K1。点击配对。连接上以后。退出，关机，按四点位按键播放音乐，把音量调到最大。暂停音乐，打电话刷按开机键两下，打电话给宝贝。挂断电话，按开机键一下。按录音键两下，进入语音助手。导航到深圳北站。找到多个目的地，可以说第几个或下一页。第一个。没问题，已为你规划前往深圳北站的路线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马上出发。刷按两下。退出导航。下次见，已结束当前导航。按录音键两下进入语音助手。帮我设置下午五点的闹钟。已设置傍晚五点的闹钟。刷按录音键两下进入语音助手。帮我录音。好的。结束录音。好的。按录音键两下打开语音助手。你叫什么名啊？我叫小易，想我了记得叫我，我就会出现啦。现在对我说打开智慧助手主页，一起查看赛场上的精彩瞬间吧。你吃饭了吗？我不用吃饭的。来个笑话。如何判断一个女的真的吃饱了？直接问她你吃饱了吗？是直男常见的错误。无论饱没饱，你得到的答案都会是吃饱了，或者差不多，不需要了。正确的应该是，你暗中观察他补口红没有，如果补了口红，那就说明真的饱了。刷按录音键两下，进入语音助手。帮我录音。好的。结束录音。好的。打开手电筒。好的。关闭手电筒。